morning. 今天是伊爸的 summer 啊，暑假，所以 summer camp 他们学校没有准备中午的午餐，午餐都是要自备。晚上看这边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今天早上要去吃一间这附近非常有名的一间意大利的餐厅。现在来的时间很早，所以感觉还没有人。我是蛮想做户外，但是 Frank 他很怕热。It's not hot in the shade. What do you think? Okay, okay. 最后还是选择坐外面。How's the bread? Is it yummy?还要，来，妈咪给你，再给你一小块。它这个面包应该是在这边现做的，因为它超级松软。好啦，我帮你，来，给你。She loves it。还要，莉亚，你吃这个面包你就吃饱了，等一下就不用吃了。这么精致啊！你吃 use your fork。 好漂亮啊。 It's all about presentation here.
这个牛排已经先帮我切好了。可以。他叫的是 Benedict， 这个是虾吗？这是虾吗？Yes. Very good. Elaborate on that. It's very good. My name is 牛排，牛排 two steak and egg. What?I don't even know that. 我刚才没有，刚才没有加上 cheese， 因为它上面有 cheese. I forgot to add cheese. You want to sit here? You want to sit here? You have to be quiet, okay? You have to be quiet. 这些东西非常好吃，我给它评价应该是，五颗星吧。我跟 Frank 可能打算下次还会再来，应该会回来吃晚餐，因为这里其实有名的是它的，意大利面，因为这边是 Italian restaurant 嘛。所以我们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早上来吃早餐，吃意大利面又 too heavy， 所以我们下次回来吃晚餐，再来见识一下他们的意大利面或是披萨。我们三个人这样吃就138块，这个吃早餐算是非常非常贵，贵贵了。